大家好，我是 Wings Music 的高级钢琴导师 Miss Irene。 很多家长都问我小朋友几耐才可以考到级，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本中心的一个真实的案例。在2021年，有一位中二男学生张 Mary 在我们中心开始学习钢琴。其实他是有一定的钢琴知识和技巧的，但一直没有一个有系统和针对 ABRSM 考试的训练，因此我们帮他制定一个学习目标和定立学习规划。结果他在2022年考取三级，2023年考获五级乐理，以及在2024年初考取六级，并取得 distinction 的成绩。张 Mary 的个案令我们明白，有系统和针对性学琴呢是对考试来说非常重要的，除了节省金钱和时间之外，还可以提升考试的成绩。下次我们再分享钢琴考试的小贴士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会尽力解答。